是北艺大音乐系以及北艺大音乐系研究所管弦及研究所的所长卢文雅。北艺大音乐系有个期许，我们希望成为全国音乐专业的标杆学校。北艺的音乐厅，我们有演奏型的管风琴，我们也有小型的管风琴来提供学习与演奏。真的旋转，也有特色的课程来拓展学生对自己身体以及心理的了解，对肢体与演奏的配合。南北管音乐是全国唯一一所音乐系拥有这样的课程。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有新音乐工作坊，让新音乐的演奏培训能与世界接轨。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我觉得他比较比较歇斯底里，对不对？而且就是那种强线条，起伏大。Yeah，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比较夸张，因为你看它的旋律的写法，它是跳跃的。每年有近60场的国际大师班与专题演讲，来强化我们的专业教学。我们策略性的设计课程，配合展演呈现，有关渡艺术节以及音乐系例行的春夏秋冬展演系列。优秀完整的吉乐团，全本歌剧的演出，另外有弦乐团、管乐团、管弦乐团以及合唱团。跨域合创更是我们的目标，透过北艺大得天独厚的艺术环境，我们与影星学院有密切的合作。我们为学生的未来做预备， NSO 职涯转衔学分学程是与国家交响乐团签约，让学生直接到乐团实习。北艺大音乐系的目标不止眼前所做的，我们期待学生能放眼世界，让世界听见北艺大。